我是在地淡水人，新北市政府的招商协助让我能在淡水在地就业。考量生活机能以及南亚科技在新北持续耕耘，五年前的我决定跟我老婆定居在新庄。那新庄这几年不管是从化开发、都市更新以及招商，都让新庄变得更不一样。因为这个对整个新北市市民来讲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。最近啊，我好多人都到深坑老街来吃豆腐。感谢新北市政府举办新北严选美食名店的活动，因为这个活动让更多人发现我们。那早期我们是在线上做生意，然后这边的一元摊商之后变得有线下多一个方案，可以一起面对面客人一起做生意。为了推动2030产业倍增的发展目标，拟借由制定新北市产业发展自治条例，赋予各重点产业研体发展计划及推动机制。除了借有一二三级产业外，尤其最需要政府部门协助的跨产业领域的新兴产业、六级产业或是地方创生形态产业亦涵瓜在内。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公司合作与沙盒概念两大核心。未来借由设立合作平台，政府部门以计划导引、弹性管理及奖励诱因，鼓励民间提案，推动沙盒机制及建制创新场域，促使新北投资多元、产业转型及永续发展。